鲸豚心率每五分钟。海巡署人员用湿布覆盖小虎鲸身体，记录呼吸心跳，频繁的泼水保湿，抢救措施一秒不能耽搁，希望能维持生命迹象。台南南堤沙滩六日上午发生四只小虎鲸搁浅危机，保育人员接获通报后赶往现场救援，发现其中三只小虎鲸的状况良好，所以就立即由橡皮艇再往外海进行野放。那在野放的过程当中，三只小虎鲸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之后呢，就顺利的游离开了。第四只就是在现场就很明显的背部有大概有1.5 个篮球大的这个挫伤，整片皮都没有了，然后开始在渗血。受伤的雄性小虎鲸被紧急送往成大鲸豚中心。小虎鲸体长约214公分，体重约130公斤，身体表面有大约50%的挫伤面积。兽医和志工连夜抢救，在半夜将池水置换成海水。第一个会脱水，然后第二个大面积怕感染，是除了先抽血，因为它脱水脱得很严重，然后后来我们就先给它补充水分跟电解质。小虎鲸发生集体搁浅事件，专家分析或许跟台风过境影响洋流以及季节入冬有关。它是比较偏向于季节性迁徙的，就是快要入春天入夏的时候，它会从南边往北边迁徙。现在是准备快要入冬，那是不是他在北部的时候有遇到什么问题，或者说就是这一只身体不好，那其他必须游得比较慢去留下来等他。小虎鲸又称窝圆头鲸，是群体动物，体长大约落在220到240公分，主要以鱼类及鱿鱼为食。民众若在海边发现鲸豚搁浅或其他异状，应立即拨打报案专线，及时拯救宝贵的海洋生命。欢迎新闻陈彦威、于子婷、谢敏珍台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寰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